楽天 TV をご覧の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、シタンです。我所演出的《Craving You》《缠上你》在楽天 TV 独家播放中，里面的博荣因缘际会下认识了苏打而展开恋情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家记得收看哦。另外，我在《Beloved House》约定所饰演的王静，也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想要看更多的台湾 BL 剧，请在楽天 TV 收看。見てね。